玩具啊，我好开心啊！今日系讲嘢学习日啊！你点解咁开心嘅？因为我第一次去咗大帽山咯，仲可以同屋企人一齐烧嘢食添。今日你烧咩咩食啊？香肠啊！阿秦姑娘啊，你今次参加我哋学校郊野学习日啊？有咩感想？系今次咧，我嚟到参加呢个大帽山郊野公园参加郊野学习日啦，觉得好开心喎、啊！见到好多同学仔同爸爸妈妈一齐嚟去烧嘢食啦，又喺老师嘅指导下咧，一齐咧去学习点样去烧嘢食喎。咁而佢哋亦都好乖，好听话啦。咁所以我觉得咧好开心嘅。多谢你接受嘅访问，校长，我想访问你啊。欢迎。校长你最中意边个活动啊？今日活动都好多、哦，我哋有烧烤啦，有远足啦，仲有集体游戏。不过我咧就觉得远足嘅最好啦，因为我哋办呢个郊野学习活动咧、就想同学能够亲近大自然啊嘛。多谢你接受我嘅访问。欢迎妈咪啊，我想访问你啊。好啊。你觉得呢度环境点样啊？我觉得呢个环境好好咯，喺个大自然下边咧，我哋一齐烧嘢食。今日个天气又好好，所以咧其他同学仔可以烧嘢食咧，应该好开心咯。你开唔开心啊？开心啊！你又食咩啊？我头先烧咗猪扒同埋南瓜，咁你咧？我食咗牛丸，系咪猪扒？系咪鸡翼？多谢接受访问。